回家的舒适，来自一份用心的设计力道。体贴屋主需求的吴耀宇刘巧涵设计师，以自然建材协调比例，完善机能，构筑18平人文现代宅。玄关沿窗规划穿斜椅，并且柜体悬空设计，体贴屋主清洁需求。客厅电视墙铺成环保乐土，营造人文现代感，更精心设计 L 型层架，展现利落视觉层次。餐厅精灵角落配置备餐台，并设有大面餐桌，满足屋主煮咖啡生活。窗边以活动拉门为素多功能房，提升空间运用性。主卧房天花以斜面造型化解梁柱压迫感，并贴心配置双人床，增加屋主睡眠品质。衣柜采顶天设计，满足生活衣物收纳量。吴耀宇刘巧涵设计师善于圈点空间机能，借由材质纹理烘托现代质感，构筑屋主理想的18平人文宅。